当大头在莎莎身边时，眼神里都是宠溺。可一旦莎莎身边有不熟悉的男性出现时，大头眼神就很犀利。你们看，在乒超联赛时，莎莎只是看了一眼教练，大头就吃醋的紧盯对方。而且只要外出，大头就成了莎莎的管家公。大头自己办完就赶紧来问莎莎的手续怎么样，还不放心的在队伍里找一下莎莎的身影。看到有球迷找莎莎合照，大头整个姿势都是警惕的状态，一旦有任何状态，大头就会第一时间保护好莎莎。而大头也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莎莎。你们看，在青奥会时，大头就站在大屏前关注着莎莎比赛。原本以为偶像剧的剧情只会出现在屏幕里，但看了莎头相处的细节才知道，他们俩就是现实版的偶像剧。先是在莎莎不舒服时，大头在旁边陪伴着，再到大头去哪都和莎莎报备一下，每一处都体现着大头的用心。而他现在对莎莎的喜欢更加的明目张胆。你们看这里，大头微妙的侧身动作直接站在莎莎身边。要么怎么说大头这名分一直都是自己给的，而大头也一直是主动的一方，在记者提问时也会忍不住的看向莎莎，他把自己的心意表现得很明显，而且曾经的失而复得也让大头格外珍惜莎莎。